There are many strange happenings, my boy. Many mysteries beyond the power of the human mind to comprehend.大家好，我是崇宇汽车小文，今天来介绍这台2017年 CLA 250 AMG。 那这台最大的特色是它有选配夜色套件以及 4MATIC 四轮传动。那夜色套件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AMG 的前保杆的部分，它原本是镀铬饰条，改为钢琴烤漆。那再来就是它的铝圈，多辐式放射型双色铝圈。那这一卡其实说真的，在路上非常的吸睛。那还有就是它的四轮传动这个部分，其实也是非常少人在做选配的。那它的四轮传动在于你抓地力更强，那在过弯的时候，它把50%的动力传递到后轮，让你非常的稳当去过弯。对，那这台还有选配其他的配备，比如说全景盲点电热椅，然后双电动椅这些多项配备，然后以及四边的摸门 iKey。那我想这个配备应该是算是蛮满配的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介绍一下外观，还有一些小改的部分。我们可以看到车头的鹰眼头灯，那它原本从这边矩阵式 LED 头灯改为 LED 导光条，然后在我们看到里面的部分，它从原本的 HID 远近鱼眼头灯改为分离式的LED 反射性远光灯以及 LED 的鱼眼头灯。那后面尾灯的部分也从线条式的蝴蝶尾灯改为辨识度更高的导光条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车内部分。那在内装的部分，它最大的区别就是从它的仪表板的部分，原本的萤幕比较小，那它现在里面的那个萤幕改比较大以外，那功能也变得比较多。那这台车比较特别，它的一些辅助系统有 ESP， 然后以及注意力辅助，还有盲点。那像盲点，其实我觉得平常在道路驾驶上很方便，因为有时候一些死角的部分我们看不到的，那它这个侦测系统会帮我们做一些提示，那让我们在行驶道路的时候会更安全。它还有选配一个防撞辅助功能。对，那它可能在你在行驶路上的时候，如果有行人突然窜出马路的时候，它会帮你做一个自动刹停的动作。对，好，最后我总结一下这台 CLA 250。那从外形，它其实受非常多年轻人的喜好，它这种跑车的外形，以及它无边窗的那个车门，还有它动力的部分在211匹，然后它有这么大的动力，结果它做出来的油耗其实相当惊人，非常的省油，平均油耗都来到13左右。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如果有喜欢的话，请帮我订阅加分享，谢谢。